那这坑是很难上了。我不上了，我哪里上的？没黑。你给他泡黑碗米。行了，泡上了，泡黑碗米，你得做做做。感觉我好吃。那行。啊，感觉我还好吃的。有妈想吃的。有想吃的。哎呀，我妈没喊的时候，嘴已经外头都是冷黑。一晚上就酱米也是糯米，把这些打吃了，倒在镜本上。没有了。哎呦，再等一下。这个你给他烧烧七元烧三十杯，对吧？烧。那现在是不用大锅烧了，小锅烧哦。从我家上蒸锅的锅烧。对。来照顾一去。这刀子好吃的很。牛指甲长，不花是皮哦。不用问，那问一十。来，看一太热吧，这粘平粘实在。我把这抽了，把这个还得几十分钟。香水还香。香水没做啊！妈跟你说，每年才我一整天饭就是过年的，嗯啊，这都这米都少。哎呀，也是黑的。给里面加开水。跟筷子联系，要不然把手磕。这大概都是一指头关节。筷子不要往里米里面戳，要放到这米的上面凉。现在用筷子把它搅开了，搅开了轻一会儿，这米就把水吸完了。别为了切切啥件油子，姐姐，要你水吃大呀啊，这样要不然来着。先摆不累啥的那些，我是先放灶，夸些米，再放一点葡萄干。我家在拿些柴火，给你把伤拿好。你看那干锅摆完，米把水也洗完，现在倒米。
蜜倒的底外也底下些，这一蒸还多的。这上面撒一点黑糖，撒弄几碗白糖，弄几碗黑糖。其他的不够。啊啊！我看一下，我要吃白的还是吃的？宝宝来了，南瓜现在，哇塞！我要白色的。奶奶就说你想吃白吃。对呀，我咋知道我爱吃白的？那是。谁给你弄了个白碗？白吃。不是夸着哈这鸡，这饭还得够，然后吃不完我先饱饭那些。我手一拍这鸡，哎，这位是我娃的，那一碗这是黑糖。来、先给我吃，可以给只能要些白糖。啊，那先这样要。那这不是啥子对的？嗯。这个是黑糖。来，黑糖的。到底是黑糖还是吃白糖？这是黑糖。小黑，看。来看看豆豆过来，看看着豆豆不叫唤了。来，妈妈拿手不要动啊。这是白糖，你白几撒些白糖，给娃少吃喝啊，吃一点。这不好消化，大人一吃一切切，娃都给。也是要的，你一点点哄我的。吃完了给我吃啊，嗯，你吃完了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嗯，国师做十个人，上一千吃，你这个是接一千吃。来，我要吃口米米，这个好吃，对他非常也好吃。嗯，吃前饭真乱，吃到几嘴都少就糊了口。嗯，看这热落成啥？想把你这白糖上一个啥？像个娃，也上上饭的。你是最近啊，你俩搁这嘚儿尿一个，你最嗷一句。这样弄的，真的，我之前。